天神的三句话，惠民与庙会录音，法景出版社制作。坚固的助力，出道与出国，当信以助助，以扎根，以定力，以坚固。于世间不能被沙门、婆罗门、天魔、犯或任何人所动摇，这就是天神所谓的坚固的助力。当一个人已经以出道与出国的智慧证悟涅槃，世间无任何友情可摧毁他的信，再无任何友情能从其处夺走该智慧或者使他改变。出道的道智与果智升起后，他对佛陀、佛法和僧家的信已经不可动摇，这称为坚固的助力。苏朗拔他的故事，有一则故事与此相关。在佛陀时代，有一名男子叫苏朗拔他，在新闻如来的教导之后，苏朗拔他成为出果圣者，之后佛陀就离开了。过了一会，摩罗决定要试验苏朗拔他对佛法僧的心，于是他化身为佛陀的相貌去见苏朗拔他。当苏朗拔他见到佛陀又回来了，他向佛陀礼敬，然后等待佛陀说话。看似佛陀的摩罗说，苏朗拔他，我已经告诉过你，五蕴有无常，苦和无我的本质，现在你要注意，有某些法是恒常、快乐和有我的。苏朗拔他并没有上当，由于了解佛陀的素质，他知道佛陀从不会说任何具误导性或者错误的话，而且他自己已经如实知见法，即使是摩罗也不能使他改变。当时苏朗拔他问，你是摩罗吗？摩罗承认说他是。苏朗拔他于是告诉他，我的信是不可动摇的，他已经牢牢地扎根并坚固地建立在我心中。摩罗，纵有百千万个你出现，仍然不能令我改变，离开这里。在此我们应该细想，作为一位出果圣者，苏朗拔他已经对佛法僧建立起不可动摇的心，假如还是凡夫的话，他可能已经相信摩罗了。出果圣者和凡夫有巨大的差别。佛陀在相应部大品地相应指端经中如是说，当时世尊将少量泥土放于指端，然后对比库们说，诸比库，你们认为怎样，哪一个更多，我放于指端的少量泥土还是大地的泥土？尊者，大地的泥土更多。世尊放于指端的少量泥土微不足道，与大地的泥土相比无法比较，甚至算不上是微小的一部分。同样，诸比库，对于一位已经现观而具足见的圣弟子，已被摧毁与灭除的苦更多，而所残余的微不足道，与已被摧毁和灭除的苦蕴相比，后者无法比较，甚至算不上是微小的一部分，因为最多只会再有七七生命。他如实了知，这是苦，这是苦集，这是苦灭，这是导致苦灭之道。第一种圣者，入流圣者，他已完全从四恶道的苦中解脱，而凡夫仍然会在那受苦。回向与发愿，我等功德分，回向诸有情，愿彼等一切同得功德分，解脱诸苦恼，获得诸成就。愿此听闻佛法的功德，愿我摧毁诸漏烦恼。愿此听闻佛法的功德，愿成为我证悟涅槃的助缘。愿此听闻佛法的功德，愿我直至证悟涅槃皆不欲于人，只清净智者。善哉善哉善哉，我随喜。